哎呦，不要乱跑。OK， 基本上来乱的是。怎样？有一个开沙滩车的那个农耕车吧，那边开来开去，然后那边乱喊。啊呜！我在做事。哇、哦，好多直升机哦，好精彩哦！哇，哇，你看这台车，好多子弹哦！哇，这种车平常看不到啊，好嗨哦！真是好嗨哦！等一下，哪去了？旅游？哎呦，这还有吗？找到了。这里，天哪，是好还是坏啊？好像是坏的。你看那个高尔夫球车，高尔夫球车，怎样了？有没有前面？怎么了？就他，怎么开了一道不上？就是他，刚刚那边。哇哇哇！你怎么说话啊？装莽哎！哎呀，其实他开得很快哎，超快。对啊。不是高尔夫球车可以开那么快啊？他不快点就要被你碾了，好不好？你那么凶，哪有？哪没有？晚上不睡觉，我没看到。哇，你那晚上不睡觉，会吧？不会吧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会吧？高尔夫球车，好嗨哦！真是好嗨哦！哇！天上一座直升机掉下来，好嗨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大好彩！大大。什么是一个人？我只有一个人欸，只有一个人。好欸，我只有一个人，孤单，寂寞。谁要？我吧。谁要？反正我又要再跑一次。不行啊，我不跟哈基冲线。那就杰克啊，好飘！你这台有点后悔。哇，烦了！要了，哦，来，斯特，来，接受邀请。Oh my god! The fall! 西斯提，高尔夫球车会吸 W 的喷呢，超猛啊，好厉害哦！哇，难怪大家都追不上，他这么厉害。狂吃尾流，真的很会，不要小看他。什么普通超跑？你有推荐哪一个吗？我今天有看别人的台说买 T20 T20？ 嗯，那是什么超跑？对啊。我这一台是有人说跑山好跑，就买完改完之后发现，干怎么那么滑，超滑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而且它起步你马上就烧胎了，会原地就是烧胎有的一两秒，嗯哼，差80哦，普通超跑，啊如果非普通超跑哎、欸，你要买那种在陆地上跑最快的，我那时候看的是那个什么，嗯。那个蝙蝠车啊，啊，你是后面一个大涡轮、那個，按叉直接喷出去那个，对吧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想要甩尾的，离开公寓，
龙卷风，龙卷风又是哪一台？正义使者啦，泰在泽拉克。我推荐一台最好的高尔夫球车。哎、欸，那个还买不到，你不要想怀疑我。有啊，地堡里面不就有？白痴，骑得出去啊？开不出去而已。可以在里面尬掐吗？嘿、啊，其实可以在里面自己规划一个那个路线，那样子，我们大家自己讲好路线，然后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先到，绕一圈那样。好像只有你家有，可以进家玩而已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家现在也不够路喽。哎、欸，我家现在也有，因为之前钱蛮多的，就把该买的设备都买一买，不该买的也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有钱人的发言。特殊不普通，就我还好啦。啊、哦，原来你是说普通？我想要普通跑车，还没有非普通跑车，那一定是暴君比较快啊。又会飞，又可以在水上滑，暴君呢、欸？暴君可以下水啊，就变成嘿泡水车。要了吗？海林下刚到设施呢。哦，这好 Q 哦！什么东西好 Q？就是中间那个金币啊，每次不是会吃金币吗？嗯，金币如果是很慢很慢的状态，它是会弹回来的，咚咚咚咚咚咚的。Hello， 嗨，好，太 Q 了吧？下雨哦，最近今天啦、啊，今天下超大的，这两天偶尔都下雨啊。嗯嗯，啊啊。Sorry， 你也知道 Sorry 啊？哦，你上次给我开的是泰泽拉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好驾驭的一台车，过弯超容易，不用按刹车。这你会不会开车啊？怎么这样开的啊？哇、哦，这个会弹吗？我这不会。测试管理要发钱来啊！好了，要一波了。阿奇，等一下，快把这个车的轮胎全打爆了。好，好，等你打爆，直接来扒我。哼，让他换一条轮胎。嘿嘿，四颗都换一换。对啊，机下车了。嗯。对吧？吧，哦，嘿，哦，今天下户外教学很惨，怎么了？下雨啊？下大雨，真的惨，惨的，惨！户外教学变户外落汤鸡了。想当初那时候我们，格宿露营搭帐篷在那个草地上睡觉的那一次、哦，也是下雨。哦，那地上在帐篷，帐篷里面就是噗噗一直哒哒哒哒哒哒。天哪、啊，感觉好潮湿，好闷哦。嗯。软件不对，勃起啦！哦，勃拉吉，勃拉吉啦。你这个字排对排错就很糟糕了。中文字不影响阅读，好吗？你知道叫拉伯吉？我觉得你母汤母汤母汤，这个排错很有问题啊！母汤母汤母汤。嗯嗯，没错。今天这边有人去校外教学，然后下大雨的吗？嗯，母汤，母信义山的碧旅哦，信义山的信义山碧旅，开心去玩啦、啊！嗯，对啊，开开心心，啊、在 K 车上唱 KTV 吵死人啊！啊，碧旅玩，多唱一些，碧旅玩回来就考试啦。
可以跟我们假如是跟我们一样啊。毕业考的话，就是感觉最后一个考试没差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跟我一样啊，在那个 KTV 上面拿麦克风，第一件事是先跟人家告白啊。然后换我的歌，我的歌，然后开始告白。你到底有几种告白方法？对啊，你要什么没分享的？蜡烛、KTV 还有什么？不是我告白哦，不是我，我说同学，不是我。那个人不坐我们这台车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想撞是不是？没有，看一下谁的门比较硬嘛。我等一下就看他这台车比较硬。据说台湾今天天空出现280,000次闪电。细说台湾。哦据说台湾、哦，据说，细说台湾，细说台湾，28次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雷28万次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，哇，最近一直乌云呢，看今天是多少人在发誓，520在骗啊，520，就是说爱你永远一辈子那些都是假的哦，不要想了，真的，都已经打雷了哦，啊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、哦。啊！老天爷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。不是要下来打吗？啊，不是说等待。我想说开过来这里啊！你为什么把我们弄坏？要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拿火箭筒还是吗？就不只把直升机给轰下啊！哦。耐炸的那一台吗？嗯。他好会闪哦！我看有点疼，有点耐打。哈哈，一枪就中，哈哈哈！哎，我们的目标啊，目标跑掉了。哇，一枪就中吗？他还在飞啊！可是我知道谁啊！哇，那个人跑掉了，醉了，上车到三了，啊！上车上车上车，好，上车上车上车。今天还跟交往三年的男朋友分手，哇！今天选在今天啊！哇，你被绿了哎、欸！哇，哇！那你多大、啊？那位今天分手的，那时候国小二年级，哇、哦，应该看应该不是啦。等一下，怎么这个摔下来是对的吗？是这里吗？摔下来是对的、啊。标，这反正一样的路啊。他已经飞到对面去了、欸。什么叫对面？穿过去啊。因为直升机看到他，他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走喽！他怎么这么硬啊？硬啊！硬啊！呜呜！飞啊！哇！走喽、哦！这比激流泛舟还刺激啊！咻！有看到他，看到他了！呜呼！直升机生命只剩那一咪咪，是故意的吗？嘣！哇！哇！车上就剩在我身上！不行吧！哦有下来！哦有翻火翻好了翻好了，隔壁有运兵哎、欸。你一定要停在这个这么危险的东西前面吧？我要怎么进去啊？我们要怎么进去啊？